像兵士们护卫着疆土那样，负责道路清洁的默默的那一群，以最忠实的态度护卫着一条条长长的街道和巷弄，凡被认为是垃圾的那些东西出现在他们的房区，他们予以处理。就这样，这些街道和巷弄才能保有一张清洁的容颜。或许您没有仔细看过他们，但您的生活真的少不了这默默的一群。清晨、傍晚、下雨天、烈日下，他们总是低着头默默执行勤务。许多人眼中脏乱的事物，他们都得一手包办。算错，这是很不好的一个示范，观众朋友要注意喽。不过啊，我刚刚把垃圾丢出去的时候呢，我的任务已经结束了，但是对于清洁队员来说，他们的任务现在才正要开始。刘家秀、陈玉梅、陈淑妙、张义芬、潘欣兰。今天呢，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的呢，就是新北市的三峡清洁队。现在的时间呢，大概是中午的一点钟左右，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时候的清洁队员他们都在做什么。黄梅香，你好，小姐，请问你有什么事吗？我们是大爱电视台，那我们今天呢，想要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看看我们清洁队员一天的工作到底都在做些什么。这样子哦，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所以呢，刚刚组长您是在分配任务吗？还是正在做什么协调工作？我们现在是在出勤的点名。是，所以正中午，现在刚好太阳正大，所以我知道了，你们待会一定可能要先睡一个午觉啊，然后先吃个饭啊，然后才会出动，对不对？不可能啦，我们一天就上工了，就出勤了。真假的？对。可是现在太阳很大，你们确定要这么太阳这么大就出去？清洁队员本来就是说，不管太阳多大，雨下的再大，我们都要出勤。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所以这也代表我现在是来对时间了，所以我现在就可以马上跟着你们一起出勤务了吗？可以啊，赶快走，迫不及待。不可以，组长，你这人讲话很反复，你刚刚说可以，现在又不行，还要着装。着装？对，是换礼服吗？还是？不可能，换我们的黄光背心。就是组长现在身上穿的这件，对，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队员的安全。所以即使白天在外面执勤的时候，也都要换上这一个反光背心。对，不管晚白天执勤、晚班执勤都要穿。好了好了，所以呢，如果要带观众朋友来体验今天的清洁队员的生活，我就要赶快去先换装就对了。对，好，那组长赶快带路。好，走，带你去着装。好。要开始我们的一日清洁队员体验营，组长，这是你生平的第一次哈。当然啦，那我第一个工作我要体验什么？
第二个工作，第一个工作，对，我就要让你体验清扫马路。扫马路，对，组长很贴心，都把工具准备好了。可是组长，不是我要讲的，因为在家妈妈都会叫我扫地呀、啊，所以你觉得扫地难得倒我吗？就拿个扫把，就路面扫一扫就好啦。了解，你不要认为我们这些清洁队员在扫马路，真的很。像家里一样轻松吗？不是，就是把我们路面看到垃圾全部啪啪啪啪扫一扫吗？哦，不一样了。不然有什么？我们的树穴、草杂草还要割除，对不对？然后我们的烟蒂啦、槟榔渣啦那一些一并都要扫除掉。听起来真的是垃圾是包山包海、琳琅满目，所以就是可能一些细缝的地方，也就是要发挥你侦探的本领去把它找出来。对啊，譬如说机车的下面啊、汽车的下面，我们都要清扫干净。听起来好像不是只要会扫地就可以了，就对了。对啊，不然你看前面有一个我们很资深的队员在那边清扫了，不然我带你过去看看。所以你刚刚说那是很资深的那个清洁队员就对了，所以他每天就是这样子，固定的一个区域会这样扫地吗？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看他连机车下面他都要把它挖出，垃圾都要把它挖出来扫。真的哎，真的。你好，是阿姨你好，阿姨你现在正在进行，你今天是那个哎，我们是不是有分组对不对？有啊。有啊有啊，我阿姨是什么组？路面组。路面组，所以你每天大概是几点上工，然后开始在打扫？六点。六点？是晚上六点吗？早上。早上六点开始上班。那个，我要偷偷问一下这位阿姨，刚刚组长跟我说啊，扫地不是那么的简单。对。我想说，我在家不是都会扫地吗？就那个扫把，路面扫一扫就好哦。那有什么美感啊？那就是。这个扫把你每天拿的话一天要拿8个小时哦，真的8个小时，所以会不会拿久之后然后手就会有啊有啊有啊，像这个手腕的地方是，还有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这边啊，一边拿扫把一边一只手拿扫把一只手拿扫帚啊，这个虎口这边都受伤了，而且是长时间每天一拿就是拿8个小时、啊、而且更重点我发现一个地方，我刚阿姨她一边扫的时候你腰还绑着这个、啊、你是必须要拖着这个箱子对不对？对对 对, 对，是为了把扫起来的那个东西都放在箱子里面。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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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很重吗？还好，但是就是必须要拖着它动就对了，哈哈哈。那又省时间。哎呦，我跟你讲，你今天就交给我，就我可以帮你扫一下。可以啊。其实呢，我刚刚跟那个阿姨大概扫了一下之后呢，我可以感觉到说他们扫地真的还蛮辛苦，而且我刚刚跟他聊天的时候偷偷扫了几下，其实你这样短时间握还好，如果真的长时间这样握下，其实整个手啊什么的感觉可能就真的还是会蛮不舒服的，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样守护我们的环境啊，感觉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而且是一份非常必须要是非常发心的一份工作。组长，报告组长，那个。我刚刚跟阿姨扫了这个地之后，我真的觉得扫地非常的辛苦，对，所以我真的可以感觉到清洁队员的那个辛苦的地方，所以非常谢谢你。我今天已经完全体验到清洁队员的工作了，非常的感谢你。好，那我就先回去。还有更辛苦的。不是就扫地而已吗？还有别的吗？哦，我们还有一问更辛苦的，就是要割草。割草？对。为什么清洁队还要包割草啊？对啊，本来就是我们的业务啊。所以就是你是说路边的杂草什么也是你们负责包？对，山里面的道路也是我们维护道路。你说山区也要负责？对。那你该不会说我现在也是要去体验一下？当然喽、哦。组长好严厉、哦。不然怎么可能说你来这边体验一个扫路而已？哦，好啦好啦，那我们现在要往另外一区出发喽。我再往另外一区，他们割在那边割草，我带你过去体验一下。好，没问题，那我们就跟着组长出发吧。好。阿姨，谢谢，拜拜，拜拜。来来来，我现在带你来看我们的割草行路。组长，我知道，割草反正就是把路边的杂草通通割干净就好，对不对？哪有那么简单？没有吗？不然呢？像我们以后先是路面这边，连这个坡杆也要割，
坡坎，可是我觉得有时候那个坡坎啊，长满草，我是感觉绿意盎然，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吗？这个跟树林不一样，不一样。因为如果说它上面会长着一个小的树根的话，上面会有竹蛇，容易攀爬下来，也会危害到我们的安全。所以组长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把那个坡坎上面的那个杂草除掉，其实不只为了美观，也是防止，就是为我们的安全，不会有那个蛇类跑下来。对对对。哇，好多的美感，所以我们都是用手拿那个刀子这样子把它割掉。没有没有，一定要割草机。割，哎，不是镰刀哦。我听到那个声音，轰轰轰轰，就是。根本就是那个割草机的声音，听起来好专业。听起来有没有很恐怖啊？感觉很有气势，我碰。那我也可以去体验看看吗？可以可以。那他们现在就是在前面那个在除草了吗？对对对，在前面除草。好好好，你好。哇，这台机器看起来很重，带几公斤吗？应该几公斤有。等一下，我一定要请镜头特别看一下。满身大汗的，但这个是不是很闷了？会不会很闷？很闷啊，这有点不能透气。但是，那就是要防止那个草会一直喷就对了。防那个石头啊草啊。哦，刚刚听那个组长讲说，这些除草的，一方面也是为了市容，一方面就是因为可能草太多的话，可能会就野蛇跑下来就对了。所以，可不可以要不要分享一下你在那个除草组有什么甘苦谈？然后会不会觉得？这个机器非常的重啊，然后背的我常常会腰酸背痛什么之类的。但是手偶尔会酸，然后蜜蜂啊、蛇之类很多。有遇过吗？有啊，被叮啊，被叮啊，蛇不会被咬到啦，会被蜜蜂叮就是了。感觉非常的特别，而且我以前是很好奇，这除草机，所以它这个是塑胶的、哦。对对，这是塑胶绳，那个牛筋绳。所以并不是我们想象中，我也是只是刀子就对，所以那个。大哥，我可以偷偷背一下，看这个除草机的感觉。可以啊，可以啊。组长，我可以背背看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感觉。来，这个先进去。这个先进来。对对对，然后好像背书包一样。好重啊！等一下，那给永明小姐来。我去。还要再来这一根。哎，对。等一下，这要拿哪一手？哎，对。大哥，我觉得我讲话越来越鼻孔对门，因为我整个人是往后。好了，组长，这个我妥协了，我可能放下来。这真的是太辛苦了。好了，那我们就是请那个大哥在我们示范一下割草。是，但这个装备一定要穿齐全，因为他那个草会喷，真是蛮危险的。对对对，因为他的前面这不是他的防护衣，因为有石头喷过来的话，譬如说他会喷到你的脚踝，对，哦，膝盖、大腿都会。是这样的保护措施，是保护说我们把受伤的那个几率降低了。所以它里面那个瓶子是汽油，汽油，汽油，启动剂就对了。好，了解了解。除草任务，清洁队员化身环境的理发师。不过这个勤务真的不简单，不止器材重，这手一举就要好几个小时，而且杂草、小石头四处飞溅，真的是专心与耐心缺一不可。组长，其实我刚刚那个试背了一下了，我就觉得这个工作有点危险性，我不一定要尝试。对对对，所以呢，我刚刚尝试了扫街，然后现在要看那个除草的工作之外，我觉得应该还有什么任务是应该还蛮适合女孩子来做的吧？嗯，目前来是清沟的部分。清沟是说清水沟吗？对啊。我是那么柔弱的女生，我适合清水沟吗？对呀、啊，反正你那台机台你就背不动了，对不对？这个你就不能胜任了。嗯。然后就是说清水沟，你就一个女生拿着一个瓢子，拿着一根瓢子，然后再挖水沟。瓢子听起来还蛮俏皮啊，有就是可以很优雅的在那边挖东西。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组长对我太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去体验清沟任务。对对对，我带你去，走，马上走。那今天路面清扫，然后在割草的题目做完了，有什么感想啊？全身酸痛，就这四个字。这样子哦。没错。哦，这么快就腰酸背痛。对，而且我真的觉得清洁队我真是超级尊敬，因为就是很耗体力，但是又非常需要有耐心，对不对？对对对对。那你要不要体验一下啊？当然是要，我反正都腰酸背痛，又不差这一个。真的。真的啦。好了，那个阿明。把这个勺子给这位主持人。好，谢谢你说。我们现在看到水沟里面就有很多，就是泥，这淤积是不是？淤积是泥土就淤积了，然后我们就要把它挖通。哦，可是组长，我又不知道怎么挖，你要不要叫一个达人来教我啊？可以啊，可以啊。林东贤，
你跟这位小姐讲，看她怎么挖。林大哥好，林大哥已经在那个清洁队服务很久了吗？没有，他刚进来差不多快一年了。是，那要不要分享一下？你是分在清沟组？对。那这样每天在那边清这个水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甘苦谈？也还好，因为其实我觉得算是一种为民服务的一种工作。怎么说呢？会不会觉得很辛苦？每天都要挖这些水沟？辛苦是当然的啦。那当然就是说，一方面觉得这工作也还蛮有意义的，因为就是可以说为，比如说在如果说遇到台风的时候，我们在之前可以先做一些预防的措施，然后帮助减少一些淹水地区的发生，这样子觉得是蛮好的一个工作。哇，我觉得每个清洁队员就是讲起他们的使命感，每个人就是笑容满面的，就完全不会愁眉苦脸，对不对？那他们好，那组长，我现在要体验，就是我们就是这样子把它挖起来嘛，那是不是需要就是这样？要出力哦，要出力哦，要出力，哎，要蹲下去。他这个土已经挖松了，要不然一开始有时候他土是硬的，还要用更多的。我刚看，我觉得这个土好像很软了，我只要这个勺子一下去，好像在挖豆腐一样，就并没有，我想要缠进去，就是我完全放不进。庄姐，你教，你看你是没有半勺。主任，我不能参加比赛，我已经输。好。其实我刚才已经很用力了，哎。这个好。这个你要抓准它的技巧，这是我们没搞就对了。因为它本身是硬的，他们有经过这个钉耙。哦，就是这个是不是？哎，这个是钉耙。要先用这个。在里面挖掘的话，它就这个泥土就会松。哦，先把土。然后你要松，抖动一下。哦，抖动一下。抖动一下，你看你我这个满满的，你看这刚才是没有翻，没有翻。真的。哦，然后起来的话，对不对？然后就是这样子用力下去，哇，这样就完了哦。真的好利落哦。这样子哈。好，没问题。那我你刚刚的那个步骤，我有偷学起来了。真的吗？来，慢慢出场一下。好了，我希望我可以。就是要抖吗？对。天哪！真的没有三两三，不要上梁山，因为我只是铲个几下就已经双手无力，而且经常堵塞的排水沟，清洁队员可是要每天弯腰清理，才能保持排水畅通。这些大家看不到的地方，都有他们的用心付出。有句话说包山包海就是不包生小孩，队长你觉得这句话有道理吗？尤其形容清洁队员，那是非常贴切，真的是非常的贴切。我们清洁队真的什么事情都做，就是像刚刚主持人所讲的，没有包生小孩。我们可能一般民众会觉得清洁队员他们做的工作是非常的简单，但其实这些简单的工作才是真的不简单，因为他们非常需要的是一份耐心，还有体力，还有毅力，对不对？对啊，我们清洁队所做的工作几乎都是劳力的工作，通常民众在休息的时间就是我们清洁队最忙的时候，那比较忙的就是像过年过节啊，还有一些国定假日啊，我们都尤其是农历年的时候，那是真的真的非常的忙。其实除了像过年、元宵、中秋这些节日之外，我知道台风天其实清洁队员也是非常忙碌，对不对？对，其实警消救难就是救人员，那我们清洁队在风灾的时候救的是环境，其实我们是开路先锋，前面露宿倾倒会影响到行的安全，那是我们要事先去处理掉的。那另外像我们清洁队员在清扫的时候，是不是也常会遇到一些民众可能不小心把家里的贵重东西都丢出来啦？那我们那时候我们是不是清洁队员是非常需要一种拾金不昧的精神，对不对？其实我们的队员大概都有这种体验，
他们碰到一些就是捡到一些皮包皮夹，他们不会先去看里面有没有什么贵重东西，他们都直接会交给队长或是直接交给我们的政风单位，那后续由我们政风单位去处理。那像这个哦，拾金不昧的同仁啊，我们局长都会在局务会议里面对他们做一个表扬的动作，其实也给他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啊，真的。然后我发现虽然大家这么辛苦啊，但是一整天相处下哎，大家都是笑眯眯的哎，而且大家好像即使工作很忙啊，然后打扫回来好累，但是大家好像会谈笑风生，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大家庭的感觉，对不对？这也是我们要营造的一个气氛嘛。是啊，因为我们清洁队其实他们都是属于比较中低阶层的人哦，所以说他们比较没有心机，大家就像一家人哦，就是工作的时候就一起工作，休息的时候就一起休息。那有，有那种有难同当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很亲，比家人，比自己的家人还亲，还要亲，所以乐在工作就很，同时就变成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没有错。不过队长好像有点小感叹，对不对？还是会觉得现在还是有少部分民众的公德心，让清洁队员会因此的特别的感到非常的累，特别的就是忙碌，就是因为民众的公德心可能还有需要加强的地方，对不对？对啊，其实民众他认为说，哎，以前的你丢我捡的运动，其实现在已经不实行你丢我捡了，因为你一丢，对环境的危害就很大的。像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说，清都清不完的民众随地乱丢的垃圾，还有一些店家他为了节省一些垃圾清除的成本，所以他就随地乱丢的垃圾包，所以让我们真的是清洁队员日以继夜的做，都收都收不完。队长，您刚说垃圾包不是随手丢一个纸屑或什么，是整袋垃圾就乱丢，是不是？没有错，是一大包一大包的垃圾包。是。对啊，所以说那对环境的影响更是大。那我们是说很庆幸的，就是说我们除了清洁队在做，其实有很多里的环保志义工啊，还有一些巡守队啊，甚至像一些那个消防队的救难人员，他也都会帮着做一些垃圾的检视。所以平常也是因为一些社区志工，然后一些可能非营利组织或团体的，大家互相帮忙来共同维护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对啊，所以说真的是蛮感谢他们，尤其是一些民众，真的我们虽然有一些民众是没公德心，但是大多数的民众还是很参与这个环保的工作的。对，所以我感觉到其实清洁队员他们非常的辛苦，但是呢偶尔如果你经过他们旁边的时候，看到他们正在忙碌，给他们一个微笑，还是给他们简短的谢谢两个字，其实对他们来讲都是最大的鼓励。这真是默默的一群，默默的表现着一个劳动者那种敦厚朴实的风范，他们的名字不会被人知道，可是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是有资格被称为人物的一群。虽然天没亮就要出门，不论风吹日晒或雨淋，我们都要努力的完成工作，因为我们是守护环境的清洁队员。